这么多钱，谁能了解？放心，咱们肯定能回去。啊，2000多海里，你不是有劲吗？有劲使出来，使出来！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目标，第一是生存，第二是生存，第三还是生存。 我学，什么？哎，你有办法能离开这儿？第一，别急。我去你大爷！别急，行，没关系。别急，好戏在后头呢。首先，咱们就那试图屎，只要冻上了，没人咬破。 那他妈就是冰淇淋！那你想不想走？怎么走？用你的体力，我的智力。就这样还智力呢？